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。几点了？你们怎么还在路上了？看看你最近改变，不再去说从前。何炅来到北京主会场，什么感觉？主会场是你吃东西还是这么香？半分传奇，半春秋。吴老师，好久。何炅，终于见面了。加油，莎莎！我们跨过了，跨过了什么？万水千山。